我们强制点牛小排，满满的高丽菜，炸开！我要刷刷猪肉了，下课猪才对，还敢犯法、啊？打翻你！吃豆腐的感觉，辛苦。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小林还没祝贺你10万订阅，来补斗水吗？波浪服，波浪服。所以哦，谢谢光头佬的1690，直接请我吃一顿宵夜，太碎了。小林太瘦了，只好强制喂食了。谢谢，谢谢一家的3000，谢谢强制喂食，我们强制点牛小排，碎吗？谢谢一家，我们牛小排点下去就是直接无情处理哦。我们算是10几分啊，5分对吧？那你们觉得我要加什么料吗？想要看到满满的高丽菜，碎哦，不要跟他讲碎好了，我怕太碎了，我就点一个豆腐就好了。我觉得我吃掉好了，我们难得点豆腐啊，好不好？很碎哦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时候回台北，我忘记跟你们聊到这个。我那时候坐公车啊。我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坐高铁要梅花座，然后我坐公车不用梅花座，就是我旁边一样坐一个人，来个甲虫吧，没有，本来就吃不了东西，对，本来就吃不了东西，就是你坐公车啊什么的那些，本身其实就是吃不了，对，欸，他来顶我，他直接开急走，开稿没关系，莫托斯辅助。我来了，特爱泳，我的泳会等下课哎，哈哈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公车有学生上班的人比较多，这不是人哎，都一样啊，我觉得只要都对啊。哎，他加速了，哭啊！哎，可以吗？顶一个，没了，他没招了，下路出清吧。对面的卡芬尼地剑上龙骨，也是蛮肥的。哦，我觉得我有机会蹲这吕布打他一套。哎，没有，他龟了，他龟大法。哎，搅过 Q 伤，哎呀，懂吧你呀？下课猪，来，直接无情处理，咱们直接让下路给炸开，来吧，我只做好之前的工作，交给你们了，工具轮，交给你们推塔了，我先撤了，我在思考，看我要不要狠一点，我直接上。妈的，地剑上天丑，我直接把你们这些食堂客给他们拆掉。哎呦哎呦，中路可以先抢哦。我们这中路抢完，我们直接去下路集结干一波大的，绝对是 100%。兄弟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炸开！哎呦，我要刷刷猪肉啦，下课猪才对。先走了。三木被逼低了，他再给我走一个木 T 的路线呢。我看你要不要原地就案啊？还敢犯法啊？卡芬尼，原地处理。请不要叫我讲一战成名的故事。我，等一下，我一战成名要是在聊天室直接讲出来，我可能也在聊天室一战成名了。请先不要，谢谢。请留给我们双方一点的 respect， you know？ OK， 来啊！哎，他好过分！你知道天堂吗？带你去，来吧，吃这个。哎，吃啊！你看我们这攻速快到跟什么一样？跟你们这个单身的手速一样。哎，停一下吧！哎呦，差点下课。一战成名，懒人包他真的靠北大，你忍一下。真的靠北大，
你们忍一下，谢谢。等我来了。我觉得我觉得，哎呦，被侦查到了，被无人机给侦查到了，我们不能侧切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保守这条龙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别出事哦，别出事哦，出事罚200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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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一个空一个，兄弟，来原地处理。我的很痛，你忍一下，超人不痛了、哦。我来喽，母批，母批，哎，母批下课。中路，兄弟，原地处理，跑跑跑的，还敢跑啊？710，鬼神 KDA。来，我处理一个。中路出来的那个，我直接把他暴打一顿。你知道被暴打的感觉吗？注意哦，直接点塔。完蛋，完蛋，拜托一下，停一下，撤了，撤了。710啊！哎，外送来了，靠呗！你也太快了吧，宝贝。二太子来了。嗨，谢谢波波的2000。二太子你好，二太子波波，谢谢你的2000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处理一下这个，帮我放在门把上就好了，谢谢你。哎呦，你们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会上去哦。哎，要人，要人力挺哦，完蛋。我来了，我的很痛，请你忍一下。哎呦，完了，我脑痛，我先走，我去带中，一波了吧？痛吗？舒服。来，狙了，我直接带你们狙一波，回城，走一波狙，直接一波6，哎，太舒服了，我们直接假装踩猪了，好爽啊！我要去拿外送了，我先去拿个外送，兄弟们你们等一下，我的铁板猪，哎不是铁板猪，铁板烧在等我，靠呗，他妈猪讲习惯了。我的铁板烧他刚才哭泣啊，刚刚不小心下雨了，我来到一个岛，他叫卡叫卡叫不列岛，水哦，哎干，我跟他说请给我满满的高丽菜，他给我他妈的满满的青江菜，你们看满满的青江菜，他们是不是没高丽菜啊？是高丽菜现在比较贵吗？我们先喝汤，我跟你们讲他的汤很碎哦，舒服。哎，我真的是想吃高丽菜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高丽菜叶子，但青江菜也还行啊。这青江菜偏苦，我们吃看看豆腐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吃豆腐的感觉。嗯，哎、欸，那加了酱很赞哎，就有点酱油那个咸咸的味道，我就觉得比较有味道，哦，好碎哦，嗯，这青江菜都卡住的，吃起来虽然它很苦，但是吃起来很舒服，对啊，这吃到根真的很爽哎，你看，这声音就很卡住啊。哎，番茄炒蛋，老实说，我之前不爱吃。为什么不喜欢吃番茄炒蛋？是因为我看到红红的东西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。但长大我吃番茄炒蛋，我是能接受的。喜欢吃三色豆吗？干，我跟你们讲，玉米三色豆，妈的那个真是他妈太难干了，干受不了。
我认真问一个，因为现在有 Uber E 嘛，大学生点外送，我相信合情合理。国高中生现在会不会点 Uber E？ 就是或 Foodpanda？ 你在学校的时候，哦会哦，那个，所以国中不能点，高中可以。班导支持点外卖，所以哦，促进台湾经济发展，会被教官记点，真的假的？没那么惨吧？干点个 Uber E 而已，哎，以前没 Uber 也会叫外面，然后就一直被记警告。哎，没 Uber 之前要怎么叫啊？也吃太久，抱歉，吃东西有时偏慢，干吃差不多了，就是在一直咬菜。这几天怎么打都一直输，好累。没事，未来你还会输更多，好不好？你也有机会赢更多，不要想太多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想太多。